要颁的奖项是什么呢？下一个奖呢，就是跟我们也有关系。好的，就是那个时尚穿搭类年度得主，得奖的是，请看，没有错，众望所归，他就是我们的国际韩 Kiwi 李韩，实至名归。我们先来一起 hip 胸一下 ，pose one and pose two， 鬼鬼一起动哦 ，pose three，pose four，pose five， 加入我 ，pose six。eight， nine。10 恭喜李韩，来，我们发表一下得奖感言。我好紧张，救我！怎么会紧张？你都征战那么多国家了。我对于讲话很没有自信。没关系，你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好，我首先非常荣幸可以得到这座奖项。那我觉得有这个奖项呢，对我是一种肯定，还有鼓励。再来，谢谢我的团队，各个值得的所有好朋友们，还有我的家人，在哪里？后面吗？右手边。右手边，右手边，挥挥手。OK。耶、yeah, 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们真的都很辛苦，我看陪着你，各处到处飞。对，而且我们有一样的刺青，我们感情非常的。真的？在哪里？哥哥值得。哥哥值得是什么？哥哥值得。乖乖站队。乖乖战队、乖乖战队，乖乖战队，好棒哦！是的，很难得哎，是跟团队有这样子的革命情感，很不容易。我觉得也有了他们的帮忙，才有今天的我。对，不然很辛苦，真的。然后再来呢，很开心得到这个奖项，因为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喜欢时装，从入行15岁到现在，坚持了12年，那到现在还是不断的持续的。增加自己对于这一行的这个行业的知识，对，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去学习。那我希望告诉大家，想要找到自己风格的人呢，不要盲目的追随潮流，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。对，加油，谢谢 Vogue。加油，谢谢李韩，谢谢，恭喜你，李韩最近在 IG 上 po 了一张照片，大家真的他有好几张照片，我都觉得很辣。你是说哪一张？他最近李韩开始耍坏了，对，他给我 po 一张，全，你有穿衣服吗？我全裸的一张，我贴胸贴，贴胸贴，真的很辣，不是只有那一张，还有一张也是，你说哪一张？他穿的背心，但有。我不能说怎样有什么，就是他穿的背心，然后有哦哦哦哦，对哦，你有看到那一张？那个太性感了，后来我删掉了。李韩比较欧美，对，他也是会比较提倡是不穿内衣。最近想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做自己 ，yes， 那就对了 ，that's right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去 follow 他，反正那张照片已经逼近50,000个赞了，希望你以后多多可以 po 这种就是。很自然的，我们想看，我会视情况而定。对， okay. 很 nature 的，然后很 naked， naked， I love you that。谢谢李韩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来，我帮你收拾。